有意思呀。啊。就是觉得你不行呗。啊，不行呗，可以啊。而且我现在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幸福，我也希望你，我已经给你了，所以我们说完说清楚之后就不要再一直说我了，你在那儿。我从来没有说你过什么。你再说过好不好？你刚刚在直播间说了，我听到了，你以为我没有看吗？我说什么了？好，说什么？你们。我说我把你拉黑了，让你以后影响不了我，这都有错吗？没错呀。但是我现在已经给了你啊，你自己不要呀。那我让你们又在那儿说我不给你，而且你自己可以拿去查呀，为什么都在那儿说是空的。不是，就算不是空的我知道啊。啊，又怎么样 啊我现在查不了，我当然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你明天可以拿去查嘛。明天我才知道呀，对不对？那明天你觉得是那个的，我今天李哥要过来，你不要在这儿跟我说这些，影响我工作，对吧？我也没有影响你工作啊，我想说 你明明知道我在这儿跟你说，是说完我就走了，你们工作工作你们的呗。啊，我给你你自己又不要，你让你男朋友，你明天查了没有，我再来呗。再来影响我工作吗？再来影响你工作，你都没有查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？查都没查，就在那说是空的。然后你刚刚跟我说什么？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跟那个人在联系。对呀，怎么嘛？不行啊！恋爱自由啊，都说了我。跟你一起，我觉得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恋爱自由就是跟我一起的时候，然后跟别人联系。对啊。哦，原来这叫恋爱自由啊。嗯。好，好，好，原来这是恋爱自由，我懂吗？有自己选择幸福的权利啊，有错吗？对啊，小燕，我真的，我想不到你是这样的，一年多了，我们待了一年多了。那你想不到事情还多了。我真的看错了你。哼。真的，那还不是因为你，如果不是你把我从农村里面带出来，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啊，我请问你，就是我把你从农村带出来，给你好的生活条件，你觉得现在这样生活条件好吗？我想说，所以如果你不把我带出来，我在农村里过得好好的，天天无忧无虑的，多好呀。被你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原来是我错了，本来就是你的错呀。我不该把你从农村带出来。嗯。我把你从农村带出来，是我想让你变得更好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想我的，小燕，真的。但是你觉得你从农村把我带出来，你，唉，有过好的生活吗？天天我们这样吵那样吵，然后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呗，所以还不是一切都怪你呀。一切都怪我。嗯。你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吗？没有。没事儿，啊。小燕，真的，你现在跑到我直播间，当着这些叔叔阿姨说这些，你心里不愧疚吗？我想问你。我有啥愧疚的呀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！愧疚，愧疚什么呀？愧疚。我不说，我才愧疚呢。就是我让你愧疚了呗。对呀。什么意思？哼，小燕，这么多叔叔阿姨让我们好好在一起，结果这样，那你问一下叔叔阿姨，你这样真的好吗？各位叔叔阿姨，你们觉得呢？跟叔叔阿姨有什么？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想请问。没有关系吗？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，跟他们没有关系吗？你没有吃过他们给的吗？你穿的不是他们给予的吗？你现在不需要。是我们带那些东西，然后他们是觉得好，他们才愿意买的，并不是因为支持你。不支持我，他们会买吗？他们不可以去别的地方买吗？可以啊，只是因为你可能是这个东西好，然后他们正需要，他们才会去买啊。什么叫叔叔阿姨有钱没地方花啊？不是为了支持我他去买这些东西吗？你说话真的有良心不？真的，我没想到你说得出这种话。
真的。你不珍惜，你现在不需要他们了，我懂，你就不珍惜，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也不至于说这种话吧。啊，你需要你就天天讨好呗。我是讨好吗？这叫尊重，这是相互的。他们没有见过我，隔着一个网络愿意支持我，给我钱做我衣食父母，支持我买的东西，这是一种莫大的恩惠和支持，你懂吗？你还这样说叔叔阿姨，真的我没想到你说得出这种话。确实，你刚开始把我从农村带回来那段时间我很开心快乐，但是我现在喜欢着别人，不会和你在一起了。我知道你不会跟我在一起，我没有要求你跟我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跟你男朋友好好的一起过生活，对不对？你叫你男朋友介绍啊，你男朋友，而且我男朋友现在也帅也有钱，我想选择他我有错吗？我只是想要过得更好。没有错啊。对呀，没有错呀，那你为什么在那儿指责我呀？我没有指责你啊，你去过呗就好了呀。你在怪过我呀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有什么意义吗？有意义啊，我觉得。你不要来烦我了，可以吗？啊，你男朋友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你叫他来啊。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觉得是谁对谁错？我不在乎，真的。你不在乎。你要说啥子？你喊他来就完了。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心里在乎的。什么叫我不懂事呀？咱们就是实话实说而已呗。点点赞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把人气票和灯牌亮一亮，左上角有个黄色的爱心，谢谢你们。我不想他影响我的账号。怎么了？你在找我吗？啊。我影响你。找你怎么了？就让他还给你吗？还了吗？还了呀。对呀。对呀，还了，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啊。肯定有啊，你放心。那你查来给我看一下呗。哎，不差那点钱。不差那点钱，你就查给我看，对吧？我跟你说了，你明天自己去查不就行了吗？你没有手吗？马上查给你看。你查呗。稍等。啊。你查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道了呗。对吧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。你吃不吃啊？有几个人看你啊？跟废物一样。废物，我废不废物跟你没关系。你个捡垃圾的也好说我吗？你说谁捡垃圾呢？你放心，我比他先认识他，我比你先认识他。哦，你比我先认识他。对呀。哦，原来早就那个了。你现在才知道啊。那你们挺厉害啊，你们两个金童玉女啊，你们两个简直是。谢谢你夸奖哈。啊，等下我李哥来，希望你们不要在这儿影响我工作，谢谢。你工作你的呗，又没打扰到你。金童玉女，谢谢你的夸奖哦。不客气。啊，我的那个衣服手项链那些呢在哪儿啊？不是说还给我吗？在这袋子里面，给你扔这儿了。不用扔给我，丢了就行了。啊，你自己丢吧，给你扔这儿了，反正行，你到时候自己丢。拿给你下一个穿呗。拿给我下一个穿。对，六个脸。你这又不值几个钱，我给他买的更好的。让他露个脸，他不敢露吧，叔叔阿姨哥哥姐。敢露脸吗？我就敢对着他，让你们看看他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支持打伟的，把人气标的灯牌帮我亮一亮。帮我点点赞就行了，谢谢你们，这样子我的账号数据会更好，谢谢。没有互相攻击，对吧？查了吗？查了我看一下呗，我跟我粉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也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们想不想看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？卡不要，让他感谢点赞哈，谢谢你们支持儿子，感谢。
支持。你笑什么呀？我不能笑吗？嘴长在我身上，我真的是笑都不可以了。可以。我笑你都还要管着。想看是吧？嗯，谢谢送来灯牌。想看就能看的。你哥，我要你哥好像已经来了。想不想看你哥？你哥。哎，大伟。我现在对着你的。对，没事。在直播了。在直播了。哦，在直播、啊。今天播的早，对不起啊，哦、不好意思。这么早，刚刚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我看你刚刚有点忙，就没进来。睡好了没有，昨晚？哎，睡好了。今天下午就差不多到你们那边了。对，打四个字欢迎你哥。你们能不能滚出去啊？不要影响我工作。什么叫滚出去啊？你说话能不能好？我跟你哥要工作。你工作你的呗，我在旁边啊。工作啥呀？打四个字，欢迎你哥、叔叔、阿姨、哥哥、姐姐们，从前年就支持我。如果没有你哥，你们就买不到那些所有的山货，我做的任何产品，从以前到现在。想看渣男是吧？欢迎你哥，打四个字，欢迎你哥呗。他的货能卖吗？货能不能卖跟你没关系，知道不？欢迎你哥哈。看你哥你的话可以，要不你跟我合作吧，别跟他了。这大伟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介绍一下你哥啊，这个是小燕的新男朋友。哦，就之前我你就之前给我提过那个。哦，对，就是那个，他们金童玉女嘛。然后今天不是之前我给了小燕30个 W 吗？啊。然后跑到我这儿来，跑到我这儿来，然后就说，还我30 W。说我臭要饭的怎么就来我这儿一顿嘲讽我，我也没惹他们。对，但这个事情做兄弟做的不地道啊。这个之前大伟和小燕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挺好的呀，他们挺般配的呀，而且大伟对小燕也非常好的呀。我现在对他更好知道吗？因为他给不了他想要的，他买的全是那些破烂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不要说破烂东西，这些我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买的这些品，这些所有的好的山货都是你哥帮我的，懂吗？你不得了，但是你不要去骂别人，随便这种，我没惹你，你哥也没得罪你，好吧？所以我让他跟我合作会更好一些，你哥在这，知道吗？跟你合作，你有跟你合作什么呀？跟你合作去捡垃圾啊？捡长沙线，我又不缺钱，我跟他合作会卖的更多一些，知道吗？哦，跟你合作捡破烂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看你才是真的。哎，这兄弟其实这样啊，咱们反正我这边做生意哈，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人品。我觉得这段时间通过和达伟这段时间这两年的合作也好，怎么样，我是非常喜欢达伟这个人的。你哥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直播间所有关注我们一年以上的粉丝，买过我们的山货的扣个一，所有买过山货的扣个一就好了。对，你哥，谢谢你这一两年对我的支持。首先我要感谢的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，没有他们支持我，没有流量，没有人买我的产品。对，第二个我最感谢的就是你哥，因为有了你的好的产品，叔叔阿姨他们才能买到。包括你哥在成都的仓库云南我都带他们去过。对，谢谢你。贝母啊，包子粉啊，各种都是你哥在支持我，谢谢你。你哥达伟的人品其实我们也是非常认可的，所以这两年咱们才能一直走到现在嘛。看达伟一直成长起来已经差不多2年时间了。对，我们是在不管是生意合作上还是私下，其实真的非常认可达伟这个人的。谢谢你哥啊。你们还有没有什么事儿？没有的话请离开好不好？我要工作了。你工作你的呗，我看我的。你看扣一的有多少，你哥。哦，谢谢直播间的家人们，谢谢谢谢直播间家人们。直播间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想不想要新的产品？想的话扣个一。从来没有卖过的山货，你哥第一次拿过来，但是本来是不打算卖的，在直播上面这个东西很好很好，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，想看吗？今天只是给达伟带了一点点。我看一下呗。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拉到外面来。你哥好，是在外面吗？还是在哪里？谢谢点赞，感谢妈妈。你哥带了一些新的产品过来，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不多哈。对，我可能看不清楚。然后那边还有是吗？对对对，那边还有一些。拿进来嘛，要不？对对，看不清楚。给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看一下哈。我直播间30岁以上的阿姨和奶奶扣个一。对。有很多东西。
对，不多哈，只是带了一些。这种可能他们没有见过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从来没有卖过的这些东西。哦，这个是的，都是一些好的山货哈，好的一些东西。这些从来没有带过吧？对。一个那两袋是什么东西？这里还有一些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甜心粉。甜心粉。对，甜心粉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话是那个羽衣甘蓝粉。羽甘蓝粉哦，这个我跟我妈买过羽甘蓝粉、哦、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的吗？就是补充那个维什么，对对对，那里面的话然后维生素 A C E， 就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， 它主要是那个维生素哈，膳食纤维，对不 对， 对，毛毛你老被睡了跑也好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羽什么？羽衣甘蓝粉。羽衣甘蓝粉，对对对，看听说过吗？哦，我没有挂小黄车，对，能能说吗？不能讲哦，不能讲啊。对对，没关系。你们想不想要这个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这个能不能上啊？这个的话，能不能？不多哈，不多不多。就能不能在直播间上嘛？有没有想要这个的？这个叫羽衣甘蓝粉，是冲泡的，对吗？对，冲泡的，然后咱们拿来当那个早餐，当代餐粉也是可以的。当代餐粉也是可以的哈，哦、就直接冲泡，就平时泡水来喝也是可以的。这东西呢它其实可以当做蔬菜来使用，咱们蔬菜里面富含什么维生素啊，膳食纤维这些。我得上架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然我不能说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这个新产品从来没有卖过，然后真的特别特别好，这个羽衣甘蓝粉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你哥，对对对对对，是这个哈。对，然后外面我看之前我跟我妈买的要六七百块钱，有点贵哦。这东西吧，它因为是可以当真正当成蔬菜来吃的哈，当做蔬菜平时。能上多少单？这个的话可能。想要的扣个一，我冲泡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勺子。对，这个真的是好东西，羽衣甘蓝粉。除了这里，我车上可能还有个十来斤，不多。看一下。本身给达伟金带过来看一下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就半斤半斤的卖。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膳食纤维，膳食纤维，对，或者那些维生素哈。对，这个平时一天喝多少呢？可以一天的话大概一杯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平时的话我们当成泡水来喝，早餐一杯的嘛。对，早餐把它当成那个代餐的一个，当成代餐粉来吃也是可以的。对，外面卖多少钱？这个一般这个话外面可能得卖到100多了。100多？对，100多，一百多，接近可能190多，差不多。190多，我们能上吗？想要这个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们。不多哈，这个不多，而且都是很好的山货。对。对，车上还有一点不多。对，羽衣甘蓝粉，妈妈你喝一下试试。我一直的活动啊。你试一下。你喝一下什么味道？因为我直播间的阿姨年龄都跟我妈相仿。我这个是你买的。比那个的还红。好喝吗？嗯，补充就是维什么维什么素，维什么 C， 然后膳食纤维的那种补充。对，好喝吧？什么味道？好喝，对，那我就改个价呗，就看直播间叔叔阿姨想不想要嘛，想要的话给大家上一些，但是不多哈。你有多少斤车上？车上可能还有几斤，10斤左右，可能还有。10斤就上20单呗，半斤半斤上。对，只能就138。这个是新产品，从来没有卖过的哈。这新鲜味，这个。那我就改成10单喽，就是。可以。直接加上多少单？十斤是20单的吗？上20单。20单。嗯。我就上了，就138半斤。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而且这个是新鲜的哈。对。我给你们上了20单，看好了，可以去拍了，138半斤。这个平时的话就当成那个泡水来喝，早上的话就是咱们空腹的话可以把它泡成当成那个代餐粉，直接代餐。对对对，当成代餐粉来吃也是可以。早上可以直接当成代餐。对，你们相信，就是如果买过儿子买过达伟山货的，你们就一定要去买这个羽衣甘蓝粉，而且都是新鲜的哈，这20单。对，你们收到是整整半斤138。半斤可以喝多久？大概半斤的话可能还是得喝一个多月了。可以喝一个多月。对，这东西它主要是当一个半月的样子。对对对，一个多月。我天天喝一杯。我试一下。对，普通每天就是咱们每天吃蔬菜好，就是每天咱们可能需要吃很多的青菜，那这个话其实如果蔬菜青菜不太喜欢吃的话，这个咱们可以代替青菜去使用的。这个挺好喝的。还有最后5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138是整整半斤哈，
真的很好的这个东西，它没有任何的添加，乱七八糟的或者。对，是的哈。对。我们说添什么什么燃的哈。对，那个可以说，谢谢你们。嗯、是的。这个喝起来清香爽口，吃了好。而且他们说便便那个的人。对，因为蔬菜嘛，咱们为什么会要去平时要求、嗯、哎，平时倡导大家多去吃蔬菜、嗯、青菜、嗯、也主要是这出于这个考虑哈。所以的话咱们每天如果不太喜欢吃蔬菜或者是不够的话，咱们可以去喝一杯这个。嗯、是的，感谢你们。糖人是可以喝的吗？可以的，因为它这个不含糖的哈、哦、不含糖的，不含糖的。对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不含糖的。但是我是拿温水的喝的。温水哈，对，温水就可以了，是的，温水就可以了。我以前便什么时候经常喝、嗯、，OK。是的。叫他们可以走了，我叔叔阿姨，我们不要提他们好不好？我要好好工作，能不能？就是不要因为他们，然后影响了咱们工作的事情，你们说好不好？真的。工作啥呀？工作有没有人买呀？不要太过分了，真的。你卖我看一下，我看。李哥，要不，你啥意思啊？这个。卖给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能不能出去？我在工作，请问。我想看一下，不行啊。李哥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这样子，先等一下，我先关播了，我等一下再那个直播，你们稍等一下。